登高望远。哦，空岛十度，冲啊！哎呦，大逃杀游戏哦！哎，又开始叠了。我等下，我等下讲要跳，我这里要跳一下的、啊。快点啊！好难撑啊！我们差100分而已啊！六，我到了。嗨，你好厉害！对对，我在对面那个，我在253，我没石头了。你手差一个啊！天哪、啊，差点点，差点点。哦，游戏要结束了，他们开始破坏了。哦，好难玩。要结束跟我讲哦。是啊，我一定要跳下去一下。怎么知道啊？要看他们有没有认真在炸啊？他们在互炸了啦。有了有了有了。专业送头。好难过，我拉你，哦，杰克还有9000块，超有钱，完全没花啊，好在想买不了啊，买不了啊，你们都不给人家玩的机会，有钱也花不到啊，索性不复活，挂着5分钟了，真的，玩不了，那不要玩啊。出来就是岩浆，没有垫脚石啊，见不到商店。本来想打说，你们可不可以让我们买个东西，一直炸，连打字都不能打，一复活就死掉。我都跑去洗碗了，跑去洗碗了，洗碗做别的事情啊。你们看，你们观众来啊，教我们这怎么玩，一直教。厉害厉害！大超惨，然后巧克力死一次，然后那观众就说帮巧克力 QQ。啊，好哦，好哦，来教啊，厉害，教来，这样怎么玩？你们家是谁炸的、啊？我们也没有炸那么多哎、欸，团团啦，后来是我啊，后来是我后来手榴弹的时候，对啊，后来就直接好一个，我们都往上抵好了。有啊，我看到有人在往上抵了，杰克是。在天上啊，冲去人家上面。中间杰克没复活。没有啊，我把杰克我要当天眼兵啊，这样最安全了。居然、哦，是你自己要求的。对啊，我原本想说你是不是在那边？哦，杰克，你又死掉了，把他收起来啦。这是一个霸凌的故事，原来不是啊。原来不是霸凌的故事。我想说，第一天的时候是我跟汪汪把那个蓝队的家炸得比较惨。对啊，我就想说，就是 你知道我原本没有打算刚开始就要炸那么快的，我想你们都炸我们家炸成这样太难走了，不行，我要让你们家也很难走。不好意思，是那个间谍，就没想到有个居然是间谍做的。那时候杰克完全相信的我，嗯，没有，我那时候觉得你好像走，有时候靠近我不知道在干嘛。一开始还有警戒，然后后来他就感觉信任了，已经背对我了。然后我想说，哎呦，背对我真香，就炸了。真香，这个背真香。至少汪汪跟繁星很溜啊。那繁星在中间放那个地雷阵超猛的。我就听到说，哦，他死了。然后隐形兵，我说不对，巧克力讲的有问题。我在中间摆了一大堆地雷，然后炸死他，我也不想死。我就说，哦，是隐形的。对，然后巧克力死掉之后，我就说，哈哈哈，我忘记我发光，我跑不起来，然后就踩到地雷，我也死掉。超麻心。哎呦，好吧，我们再来，团结一条心。没有了，已经被破坏了。你知道我钱花到500块，可是其实大部分都一直在换厕所，一死就全没了，超白痴。啊，我这边有9400了，花钱吧。啊，你的伤。我觉得最难的那个叠没有方块叠。对啊，
都要出不来，然后就你们不让人家买东西。你可以用那个天桥剑，我有一次用那个天桥剑，然后叠了超多，然后就把自己挤下去。他天桥剑是不是就是偶数有格子，奇数没格子啊？不晓得，可是我就是射好几箭，然后就前面就扑出来了。他好像是可是他你射的时候，你自己的位置有时候也会被挤到。对对对对，你站的位置往前奇数格偶数格的感觉，对啊，因为一定会空。嗯，难怪我们一起 play。跪求。跪求复活三十秒无敌，复活三十秒无敌，嘿，只有十秒不太够啊！什么东西十秒？反正人比较多了，对不对？那个你在那些复活点没位置，队友赶快天桥剑帮你。爸爸，爸爸，啊，这场是观众场吗？观众场啊，是，嗯，天使队哦，团结什么都是假的。真的啦，真的啦，假的啦，假的啦，打个字五秒钟都不给打啦，死掉只能按重生啦。打字啊？啊？你可以赶快迅速 wait， 没有死掉之后就马上扛错家居，打上一个打了什么东西？哦，可以哦，扛错家居，对啊。一二三，扛住下去。没有，你要用中文的，你要用中文的。中文啊，那是中文的。中文的，中文。对，这是。不行耶。哈哈。扛住下去。Q Q， 我们一起来。他会打你上、哦、上一个有打过的东西、哦、谢谢 ，Enter 前有打过的东西。嗯，我的没有哎、欸。没有啊。我做按上键而已。你新注音的话。他就叫我过线啊！先去选队啊！不要盖了，先去选队。哦，我觉得你是用吐的、欸，有点埋在土里。啊！哦，好了，行了，行了。要逃狱真的弃坑了吗？我逃狱弃坑。他是在说那个吧？逃狱不是我们都玩完了吗？我们玩过了，我们玩完了、啊，还玩到 DLC 耶、欸。对啊 ，DLC 我们也玩完啦、啊。对啊。哦，逃狱。这个应该是没有 全程跟的吧？我想，不然应该会知道吧。我们 DLC 都玩完了、欸。对啊，全地图啊。我们只是。听说你们开超凶的、啊。有穿插，就什么礼拜四没有一起开台，是礼拜四嘛？礼拜六日啊、嗯，这样子。到时候就礼拜六、礼拜一。对啊，那时候就没有这种同乐的时候，就是直接开那个来玩啊。对呀、啊。什么东西？他们在说逃狱、啊。哦，哇，好高、哦！哇，哎、欸，好好看哦，的妈！要过去，对不对？把那个这边吃掉。有肚子饿的，对。吃光光。用吃的来招路。哇，那还要给他们那个饱那个饥饿。饥饿吧，要让他们受伤、啊。这边按，我这边设置紫金方块啊，附近的饥饿、嗯。哇，哎、欸，其实只要把最下面敲掉就没了。真的？没有吧？敲掉一个就没了、嗯，真的。蛋糕不会吧？蛋糕会，会会会会。你把其中一个敲掉，你就试试看，试试看。我以前这样子吃蛋糕的、欸，哎。对啊，我也记得以前可以。那你把最下面的敲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用吃的了，用吃的可不可以？一点一三了吗？会不会是一点一三变的？哦、啊嗯，是哦。那啊，好那个，那就用网状的啊。网状的。小雨就过一下，挡到我前面。立体迷宫，哎，例如他吃到这里，发现那一格有东西挡住，他反而不过不去，他要往上去。嗯，立体迷宫，哎，你看，哎、欸，他吃过头还没有救，哎，真的，不行，有保持效果。传的应该是别人、啊，他们有玩、哦、啊，我那天有事情，所以他没有开太大，那就这样子。让他们只能走这条。之前就那样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啊？然后有空再补一下就好了。就是饥饿他们吃不了，没有饥饿效果。那记得我以前都这样子吃的、欸哦。他只给宝石啊。对啊。哇哇，那我刷宝石度那边我这样盖的、欸，那不是想从头开始吃，从上面开始吃。你要点到最上面慢慢吃下。对啊。可以消掉，可以消掉。可以消掉，可以消掉。嗯。好吃哦，会又有哎、
他是一直一直给的吧？重复刷新。嗯，应该是有个地方的那个自己放款。那可以让他的保值度直接变成那个吗？哦、可以，我都调一下。你就见底吗？哎、欸，有人直接守旁边啊！会啊，因为蛋糕不是有小小缝，蛋糕有那个钻漏洞，他直接钻漏洞啊！那我们下面改玻璃片，下面改玻璃片。啊，对好，玻璃片就可以。对，可是叫你蛋糕就要重摆啊。对，没关系，直接 fail 就可以了。你不是很厉害，跳过去来吧。我发一个八块，就直接跳下去。这怎么跑、啊？施工中，施工中，等一下啊、哦！施工中，不是用玻璃片吗？蛋糕可以走侧面哦，用撕的撕过去啊！它不是完整的方块、啊，白色玻璃。想跳嘞！想干什么？巧克力还在跳啊！吃过去是要多饿啊！很这边有那个压力板可以吃啊！对，变超饿是不是？施工中，还没好。啊！你要全部变那个啊？不用吃的、啊，没有啊？上面在放蛋糕啊，不然我们会走旁边钻漏洞啊。我放错地方了，笑、哦。你怎么放上面？放上面也，他们吃到那个。哎呦，这片也很漂亮。你要打指令棒是？很漂亮耶、哦！哇，你们可以开吃了、啊。根本也不用放玻璃片啊。他们如果吃到脚底下掉下去是他们的事情。有人跳过来想跳啊，还想走捷径啊。哎、欸，不能吃哦！想干嘛？好像不能吃哎、欸。啊还是他们是那个？哎、欸，不对啊，冒险可以吃、啊。冒险可以吃啊。哎、欸，还是我没设定好。啊，对了，我没设定好了。哦。所以他们可以吃啊，可以吃啊，可以吃。那我们这场平原好不好？嗯，好、啊，比较多路，就在那边大平原了，下面还是有路。看他们还是吃不下去，为什么？他们还是吃不下去，太烫了，蛋糕过期了吗？过期，刚出炉的比较烫啊，刚出炉的，要等凉，还是因为地图有设定，没有办法。没有了，吃了，有了，没吃，哎呦，好好吃哦，好像蚂蚁。他们等下会不会走上面啊？哦。没有，我上面已经堵了，上面已经堵了。哇！吃蛋糕吃到掉下去了，吃快！吃下！蛋糕有毒啊！骗人啊！这画面好可爱、啊。吃！快吃！哇！分工合作吃起来。哎，不吃就饿了，不吃就饿了。小雨奶奶在帮忙做蛋糕啊。我在帮忙做蛋糕。哎，前面的我也要吃啊！要不要定时，然后把前面再补回来就是蛋糕啊？他打自己人啊，蛋糕想要独享啊！哇，怎么可以那么坏？没睡准，吃太慢，蛋糕会补回来啊！啊快点，走太慢，蛋糕会补回来啊！要不要用什么指令方块啊？直接在前面一定时间恢复一次，一定时间恢复。这个也太累了吧！先手动放一下就好了。你那边蛋糕游戏啊？就是很，这个蛋糕还在加热。还在加热，你看下面，他们都一直动手，虚弱，给他虚弱，动手，都看到了，别动手，都看到了，吃蛋糕，加料吗？骗，想骗，这个好聪明哦，直接吃中间那一颗，那你吃下面那个不是更聪明吗？对啊，三个直接没了，红，哎，这个直接走下面啊，这个不是更聪明？他等下，可是他会烧死啊！他应该会烧死，他要叫他上不来啊！他狂吃啊！他狂吃哎、欸，狂吃回血，这个人狂吃会回来啊！这个人出手了，出手了，他死了！不开心了，不开心呢、欸！他出手，各种动手，蛋糕，员工快补蛋糕，补蛋糕，蛋糕恢复了，感觉太慢了，蛋糕又回来了，来，蛋糕补回来喽。我想去跑跑看，你想要吃？你想吃是不是吧？我不知道啊，他那感觉是什么？我觉得你可以从中间，我想走下面吃吃看。哦，我要把别人打下去，走下面会上不去啊，到顶的时候可以狂吃啊，回血啊。然后从中间吃起。那个怎么在偷打人呢、啊？对啊，啊！吃完赶快往前了，不然会补回来哦。吃完，然后往前喽！快点，我要吃蛋糕，我要吃蛋糕！哇！吃完，然后往前喽，不然会补回来啊！来，我让你们都吃！哇！我要吃！下面，我死！不饿了，我不饿了，
我饥饿没了，我饥饿没了，我也没了，我也没了啊！要人去采，有人去采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我们不然饿了，固定在这采好了。哈基，我快到了，哈基，我快到，我死了。上面好可爱哦，斜立。哎，我吃下面，你们吃上面。哦，第一次觉得吃蛋糕是一件这么痛苦的事情。吃货们的合作。蛋糕是个谎言。真的是谎言。吃好吗？哎呀，我们第一批已经要过第一个转角嘞。啊，完美的菜了，好的嘞。哎，不饿了，不饿了，不饿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蛋糕。吃不下去，要吃下去，吃下去。蛋糕。哇，那个超快的。前面的让路啊，要空血了。我在下面没办法了。回头吃后面的补给。前面吃不够，可以吃后面的。快吃到了。怎么那么窝心啊？吃货团，吃货团。哎、欸，说你啊。吃货团，什么鬼？怕后面蛋糕压到我们。为什么吃后面的？我们前后都需要有人帮忙。不够吃啊！为什么要吃后面的？我把你们两个隔起来了。喂，为什么有那奇怪的、啊？等下这是隔起来，隔起来。我第一秒还想说是谁抄袭我的 ID。你们再不往前，我就把你们隔起来了。有，我们有努力往前啊。但你们吃了后面的蛋糕，因为肚子会饿啊。饿到会空血啊！我前面那一团，我们不能改放西瓜啊、喔！西瓜不能生吃啊！西瓜不能直接吃啊！可惜了，可惜。可以敲掉吃饱再往前走啊！哦，哎呦，好累哦，更累。哎呦，来啊，那个吃点水果一下，吃点水果，来吃点水果，吃点水果，吃水果，吃水果，吃水果。敲掉就没了，还用指令方块，我们那么快。